已經舉起咗啦。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時候，前面快嘅馬咧都好平排喎。咁啊，中檔位置連利福將啊快啲啦，出邊六三龍轉輝煌啦，中檔幸運大興內欄轉色命陀啊，外邊紅衫騎上去仲有龍友啊。咁啊，再見到馬林中間啦，粉紅眼再英明勇將啦，再後一層咁啊有冠寶區啦，淺藍衫跑出輝煌啦，尾五咧就步步為贏，尾四紫色眼就紅衫特醒嚟噶。咁啊，後邊三隻心中有你啦，咁啊過關勝將拍住白衫咧，就係嗰只皆大開心啊，暫時殿後啊。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帶頭嘅馬有幸運大興同埋呢只龍轉輝煌啊，第三位嘅馬啦，埋邊啊鑽色明陀啦，出邊啊龍友啦，咁啊中檔位置咧仲有呢只連利福將啦，外邊啊木火同明啊，外邊位置仲有英明勇將啊，馬林中間揾緊位咧，仲有紫色眼罩嘅特醒啊，外邊追啲嘅馬咧仲有心中有利啊，好啦，鬥到嚟最後三百啦，龍友就已經透出咗噶啦，咁啊見到咧就外邊位置心中有利最出上緊嚟，中間粉紅眼罩係英明勇將，入邊紫色眼罩係特醒啊！最後一百米，英明勇將仲係佔先，埋邊啊特醒，出邊心中有你，英明勇將贏啊！跑第二名特醒啊，第三名心中有你，第四名係龍友啊！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呢只英明勇將講一講俾你聽，佢係大熱門啊！依家咁啊，結果贏馬跑第二名嘅馬咧，埋邊啊特醒啦，出邊心中有你第三啦，早用咗嗰只龍友咧，就翻到嚟力弱跑第四。真系 keep 住个状态 fit 啊！英明勇将打搭再赢啊！翻嚟沙田，何泽尧、吕建威、特醒又嚟个。